张广德教授是中国著名养生学家，中华武林百杰之一，中国武术八段。40多年来，在武术教学中，张教授以摸规律、抓特点为治学之本，培养了一大批武术人才。在研创养生太极体系中，以易学的哲理为指导，取得了强身健体的显著效果。他以系统性、科学性、时效性、艺术性和广泛适用性为宗旨，所创编的导引养生功得到了专家的承认，受到了五大洲朋友的热烈欢迎。张教授所创编的导引养生功1992年荣获国家体育科学技术进步奖，1993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为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荣誉证书，并享有专家特殊津贴待遇。1999年国家体育总局又授予他体育科技荣誉奖。2002年史康成校长代表北京体育大学授予他在导引养生功的创编和推广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奖杯和证书等。张教授在教研之余著书19卷，堪称高产的武术家、养生家。张教授曾多次赴日本、德国、美国等17个国家讲学，为促进国际间友好往来做出了积极贡献。张教授虽已退休，但他退而未休，仍继续进行深入的科研和辛勤的教学工作。育名人者先自明，是张教授教书生涯中崇尚的名言。不争春荣，笑迎秋霜，是他人生的追求。大家好，今天向大家介绍导引保健功第二套。导引保健功第二套和第一套是一样的，它们都是根据祖国医学的整体观念，阴阳五行学说、脏腑经络学说和气血理论为指导创编而成。其特点是意形结合，重点在意；动息结合，着重于息。第三个特点是风动必旋，风作必绕，就是旋转缠绕，是导引保健功第二套的显著特点。第四，柔和缓慢，连贯圆活，动作的结束也是动作的开始，中间没有明显的停顿过程，全套8个动作都是这样。为了使大家学习的快、深入、具体，我们还是把导引保健功的第二套的全套功法给大家表演一遍。下面表演开始。导引保健功第二套练习开始，请大家并步站立，周身放松，默念练功口诀，
夜阑人静万绿蒿，一手丹田风七窍，呼吸徐缓搭鹊桥，身轻如燕飘云霄，云端白鹤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骏马宏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金梁玉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百步穿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
舍取贪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童子拜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扬鞭跃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春风化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姿势，
是导引保健功第二套的预备式，两脚并步站立，周身放松。接下来是默念练功口诀，两手叠于丹田，男女都是左手在里边，因为左手属阳主气，右手主血属阴，血是用气的推动才能到全身各部，所以我们练功开始要先补气。口诀是这样的：夜阑人静，万虑抛，一手丹田，风七窍。所谓风七窍，就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呼吸徐缓，搭鹊桥，就舌底上颚接通任督两脉，身轻如燕飘云霄，做到上述的要求，就身体就放松下来了，像春燕一样非常潇洒飘逸。默念完了之后，两手出于体侧，就是接坐第一式，叫做云端白鹤。大家先看动作，有一个合谷穴在哪儿呢？在这儿，在第二掌骨中间，靠桡侧，在身体侧中线，腋下有个脾经的指点穴，叫做大包。开始，一，随着吸气，翘脚趾，坐，捻动合谷，捻动大包，这是一，还是翘脚？然后随着呼气，蹲腿抓地，两手挤压大包穴，开始，两手向前叠腕卷指，然后从身前分开，手心要朝前。三，吸气，百会上顶，脚趾上翘，两手抖腕。这时候请注意，中指端和现在的肩一穴上下基本对齐，必成自然的弧形。眼向前看。四，沉肘，带着手落于体侧。五，吸气，翘脚趾，合谷捻大包。六，挤压大包之后，然后从身前将两手分开，请注意两腿要靠拢。七，手腕顶端领先，然后抖腕亮掌。八，就这样做两个八拍。鹤按照《淮南子》记载，是鹤寿千年，以及其游，它是长寿的象征。因此我们用云端白鹤作为这套功的起势，就可以预示着大家通过练习达到健康长寿这样一个目的，把自己比作仙鹤来完成动作。吸气的时候脚趾上翘，大家听看，吸，脚趾上翘，因为上翘压涌泉，可以补肾气滋阴。合谷到大包，又随时在捻动大包，在挤压大包，可以补脾。蹲腿补脾，两手从两侧摆到头的前上方，只是可以调理三焦，上焦心肺，中焦脾胃，其他脏腑都在下焦，可以五脏六腑得安。四，抻肘带手气沉丹田，是补中气壮元气。就这样做两个八拍。下边我们做第二式，骏马宏图。第二个，第一式
云端白鹤的第二个八拍的第八拍，两手是捧在腹前的，给第二式做好准备。请看动作，一，左脚开步，三脚宽，脚尖向前，两手上托经面前，向两侧分开。听到二的时候，下蹲撑马步，中指点环跳。环跳穴在哪呢？在股骨大转子附近。中指点环跳，下蹲撑马步，同时呼气。开始，二，转头向左，象征着骏马。三，腿伸直，两手下垂，随之在经腹前到胸前，两掌相对前推，腿伸直。四，吸气，手前伸。呼气，并步，两手捧于腹前。五，这是吸气，这是吸。六，呼，中指点环跳。大家请注意，到第七拍、第八拍都是每一拍是一吸一呼。七，你看，吸气，然后呼。手前推，八，一重心，手要前伸，是吸气过程，在呼气将手下垂捧在腹前，工作两个八拍。做这个动作，它是通过腿的屈伸，两臂的内旋外旋，中指点环跳，实际上对五脏六腑功能的改善都有一定的作用。大家再看一遍，开始，你看一，你看，这是上肢内旋，将两侧分开。蹲腿是下肢的屈伸，对足三阴、足三阳的井穴、原穴和它的合穴都在良性的刺激之中。三，有两臂外旋，在内旋前推，这叫风动臂旋，风作臂绕。四，一重心，并步，两手再捧到腹前。五，六，七，停，两手垂体侧，接第三式。第三式叫做金梁玉柱，大家先看是不是这样一个意思在里边，请坐，开始，一，你看，就叫金梁玉柱一样，玉柱顶天立地，上练百会，下练涌泉，不停，推着蹲腿，左脚向左前方上步，把左掌顺势劈出来。二，重心后移，前脚尖翘起，右拳变掌前伸，左掌变拳收于腰侧。三，左脚并步，左前变掌向右伸出之后，然后左掌上架，右拳侧冲，又是一个玉柱擎天的姿势。这时候是脾经是起在脚上的隐白穴，沿着腿的内侧的上沿循行，经过周荣折回到大包，是脾经的指点穴。当我们手呈架梁姿势举起来的时候，正好把这个脾经的折角拉开，使这阻隔段打通，因此可以和胃健脾。四，
右拳变掌和左手同时处于体侧，五，身体左转，右脚上右前方上步，注意手眼要配合一致。六，这时候身体要中正，只有中正才能安舒。七，右掌架梁，右掌架梁，左拳向左侧冲出，这时候一定要身体中正啊，百会向上顶，请注意你的中指的指端和你现在的肩俞穴大体上要对齐，不管你有多少人是整齐划一。八，这样做两个八拍。第三式的第二个八拍的第八拍，两手落下来之后要握拳收腰侧，给第四式百步穿杨做好准备。开始，一，两拳变掌，左脚开步一大步，两拳变掌前推，请注意左手腕跟肩基本上要齐平，正确动作。二，两手轻握拳，身体向左转，左膝弯曲，右脚脚跟侧蹬，捻动涌拳，同时两臂对拔拉长，就像拉弓射箭一样。三，重心逐渐的向右移，右脚跟内旋，左腿伸直，把两手摆到身前。四，再握拳收于腰侧。做这个动作非常容易出现的一个毛病，那就是脚不内扣，腿不弯曲，特别前腿不弯曲。请看看错误动作，五，来，六，你看他这脚不扣，这腿还有，他往膝关节啊，他往这个方向，不对，脚尖不要动，脚尖要回去，膝关节往前跪，啊，然后呢，随着身体再转身。拉开，这时候你的后边这只脚一定要侧蹬，捻动涌拳是不慎的。你看，七，脚跟内旋，再把重心移到左脚，然后八并步，换个方向，看一看。开始，一，这个步是开一大步，二，先是轻握拳，转身，脚跟侧蹬，逐渐拉开，就是紧握，两拳紧握扣牢弓，大家看这身体啊，髋关节沉下去。三，两拳变掌，从体侧摆到身前来。四，握拳。五，六，你看开右脚就右转身，左脚跟侧蹬，你看左拳用力拉到左胸前，右臂侧身要扣牢弓。七，八，手往下。第二八拍，第八拍，两手捶体侧，给第五式做好准备。下边我们讲第五式，折体攀足。
这个动作有一个穴位叫做三阴交。三阴交在内踝上三寸胫骨后，也就是四个横指，大家这个位置是足太阴脾经的穴位。所谓足太阴脾经属它的穴位，但是是三个阴经脉的交汇处，那就是足厥阴肝、足少阴肾和足太阴脾都交汇在这个地方，所以叫三阴交。大家先看动作，开始，一，仰体仰面，这时候手心朝上，手指朝后，两臂自然伸直，身体的后仰的程度因人而异。二，躬身，两手先触地，向后移，经过脚面，拇指点三阴交，其他四指协同用力掐锁。三，身体起来，两手握拳收腰侧，重拳。这时候是第三拍，一吸一呼。四，吸气，两肩变掌，经面前分开，呼气下落。五，六，还要躬身触地，两手经脚面上移到拇指，移到三阴交处，这是掐锁。然后放松，七，重拳，八，就这样做两个八拍，可以和胃健脾，可以滋阴补肾，可以疏肝利胆。所以导引保健功第二套，它是综合防治肝胆疾病，还有脾胃疾病，还有膀胱肾疾病的功法。再做一个八拍，一，先是前摆，再侧摆，然后再仰体。二，三，四，五，六，七，假如说我们是第二个八拍，第二八拍的第八拍是两手捧在腹前，给第六式做好准备。第六式叫做童子拜佛，开始，一，两臂内旋，左脚向左开步，到肩平之后，随着重心左移，两臂外旋时掌心朝上。二，右脚向左脚左后方插步，下蹲成歇步或者盘根步，两手合于胸前，请注意中指端跟下颌齐平，拜佛式。三，重心起来，右脚回到原位，重心左移，两掌经面前分开，眼看右掌。四，两手再回到腹前。五，看右手。六，把头转正。七，左脚回到原位，重心移过来，眼看左掌。八，
就这样做两个八拍。第二个八拍的第八拍，两手处于提侧，放松。我们讲这个童子，童子他是思想最单纯，天真烂漫，真情实感。所以我们不管是老年人病患者，练习把自己比作孩童，这样呢在我们精神上得到一个安慰，就有助于我们身体的康复。两腿的下蹲撑攀根步，实际上对足三阴、足三阳、井穴、原穴还有它的合穴都是有良性刺激，可以畅通足三阴、足三阳。两手的内旋、外旋合掌胸前是畅通手三阴、手三阳的，所以它是全身性功能改善的一个典型的动作。请大家再看一遍，做第二个八拍。二，二，下蹲的时候可以高一点，也可以低一点，要因人而异。三，要眼睛要随着手转动，最后看右手。四，五，六，七，第七是央边跃马，两手垂提侧。好，放松。扬鞭，鞭子扬起来，两马千里马就飞奔，两马见鞭影而奔，有这样一句成语。我们第七式扬鞭跃马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来起名的。请大家先看动作，开始，这是吸气过程，然后呼气，右手撑高手，左手收到肩前，是扬鞭，然后跃马，左脚开步，三脚宽。请注意，这时候左手心朝里，你的右勾手是在你的右前方，右前方。然后随着蹲腿呼气，下蹲成马步，你的右手到右侧，左手到左前方。又成一个外三合的姿势，手与脚，肘与膝，肩与髋，上下基本对齐。三，身体起来，眼睛看左手，右勾手变掌缠腕一周，腿伸直。四，并步，两手落于体侧，换方向。五，看左掌变勾手，右掌收到左肩前。六，来，请看，大家现在看这个左勾手是左前方，右掌是朝里的，在右前方。随着蹲腿下蹲，你的左手移到左侧，右手仍然在右前方，就跃马，下肢是个马步。七，左勾手变掌，随着身体转正，两手缠腕一周。八，并步，就这样做两个八拍。好，二，拍击的是央池穴，央池穴是手少阳三焦经的原穴，在腕横纹第三次掌骨之间，央池凹陷处。二，
三禅腕，眼睛要看着左手，然后四转正，五六七，停。第二个八拍的第八拍，两手吹提侧。下边进行第八式春风化雨。春风，送爽。化雨，我们从动作有个两手交叉，晕手的动作，就像春风化雨，飘洒大地。我们这个动作有这个意思在里边，大家请看，春风化雨开始，一，身体右转，右臂摆到右侧，左手呢摆到你的右胸前。然后不停，左脚开步，叫春风送爽一般。二，再重心右移。三，左手插右腋下，两手交叉，这叫春风化雨。小仰面，重心由左再移到右边。四。并步，五，两手摆到身体左侧，不停，右脚开步，六，七，两手交叉，晕手仰面，八。二，二，三，右手向后，左手向前，啊，交替的进行。四，五。六、七、停，两手垂体侧之后，再叠于丹田，男的左手，女的右手在里边，稍停片刻，缓缓收工。导引保健功第二套就介绍到这里。导引保健功第二套练习开始，请大家并步站立，周身放松，默念练功口诀：夜阑人静万绿蒿，一手丹田风七窍，呼吸徐缓搭鹊桥，身轻如燕飘云霄，云端白鹤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骏马宏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金梁玉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百步穿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折戟攀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
三、四、五、六、七。童子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扬鞭跃马，一、二、三、四、五、六。二、二、三、四、五、六、七。春风化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